各位父老乡亲朋友们，大家好。厂家回收旧手机、换菜刀、剪刀、拿刀、这水壶，这换几个？不锈钢衣架、挂架、保温杯、太空杯，这么的盖，及各种小百货和菜刀。我看见桶了吗？那两个。哎，这个桶。这边两个，一个了吧？一个换不了的。你换一个，我就拿去给小孩煮稀饭吃的。希望大家抓紧。换一个吧，那个。是啊，那个是专门是个给小孩子用的。各位父老乡亲朋友们，那个、就拿一个换了嘛。筷子汤拿一个，你拿一个，拿一个。那我等一下去拿手机。砍刀，换不锈钢脸盆。这个呢？不锈钢这也是一个机子。挂架。那这里啊，好多东西。我卖一个给你，我们看还有什么。有盆，你看这个蒸菜的，哎，这个可以呢。这可以蒸蛋、蒸包子的。我这有个智能手机。在我们这里换菜刀、剪刀、砍刀。我看了手机，我有两个手机。你个手机换好多。换一个盆子吧。换一个，这要两个这样的。要两个。两个。这个没用，哪个换一个？对，起火锅好嘞，冬天好哦。基本上可以起啊。换哪个盆子？换菜刀。一个换一个了吧。咬着都那么嫩的物件，太亏了，是不是啊？一个手机换着，我还去拿手机来。我拿一个烂手机，小米的。换一个烂手机的、破手机的，就可以在我们这里换取您所需的家庭用品。还有什么了？木羊了，最近。蒸锅啊，炒锅啊，菜刀啊。炒锅我也蛮多。只有火锅好嘞。还没肯换一个，就拿一个嘛。哎、就给你打下广告嘛，真的是给我打广告了，真的来过来了，就给你打广告。没有像你这样做生意，我是那种有钱的。你反正你下次又来嘛。下次到我们洞寨，我就给你宣传。下次我带你去洞寨，他们有很多。不是你老板说啊，有个好点手机嘛，换给我啊。我这是个苹果的嘞。苹果现在苹果是不值钱了，美女。那放这个给你算。那个我不要，这个很好哎，我换这个。那个要三个机子，最少要三个机子。换一个吧，我给你换那么多个。本来是四个手机的，那个不能，那个不可能，亏的太多了，那个我无法交差的，是不是？再加一个，再加一个。是啊，我亏的太多了，我这里油钱都没有了。哎呀，可以了，帅哥啊！不锈钢脸盆，真的，加一个嘛，加一个。遇到你了，我生意是好。你看，你一下在我们这里拿来好这么多部手机去了。你看见没？我里头有蒸锅，得了两样。里面都不一样。不锈钢脸盆、不锈钢衣架、挂架、保温杯、太空杯，及各种小百货和蒸锅、空调。那我拿那个东西啊。这是真的。就可以在我们这里换取您所需的。不知道这个耐不耐用哦。上身好好的。哎，这里还有一个。希望大家这个老板会做生意，第一次碰见这个老板，那这里还有个，那好，可以，给你打广告啊！你看嘛，给你换了4个，真的亏的太多了，我不亏，没有，怎么会亏的？这个货不是。挂架、保温杯。啊，老板发财啊！哎，你发财了，美女！哎，你发财了，帅哥！三四个手机换了三样，这个就要多一个手机。这个来可以早上蒸包子吃。好了，发财美女啊！发财帅哥啊！慢走啊！拿一个火锅，拿一个宝宝煮稀饭的。正酒啊干了吗？这下没人干这个酒就给我干了来这二行了二行你爸爸烧的喊家是二行掉了开了来开油一楼盖的加油开油开来开了先走走吧哎呀